这是金逸林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德国亚珍，2006年8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一，第29首诗《寄全椒山中道士》，作者韦应物。今朝郡斋冷，忽念山中客。涧底数荆新，归来煮白石。欲饮一瓢酒，远被风雨戏。落叶满空山，何处寻行机？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